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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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参见大冢宰，都给我出去！是。大冢宰。你若想天下太平，此刻改遗诏还来得及。你想让朕传位于你，君是君，臣是臣，只有臣听君，没有君听臣。君臣，君可以变臣，臣亦可以变君。你们能坐上皇位，也是我让你们坐的。但是你不能，因为你没有这个命。就因为你是太祖的儿子，而我是太祖的侄子，那又如何？这皇位我让你坐，你就乖乖的坐；我让你死，你就别想活着。你是君又如何？我才是天。你没有那个天命，你只是一个永远无法继位的皇亲，名不正，言不顺。朕即使是让位于你，你也注定遗臭万年。即使你逼宫成功，也注定被天下人所耻笑。宇文护，你以为你精心筹划了一切？朕告诉你，主动权一直在朕的手上，权臣终究也只是臣子，朕才是天。你看似风光，其实在朕眼中，你只是一条为我们皇家卖命的狗。近日阎王星登上这九五之位，你不配。普天之下众口有求，你输定了。Thank you.
皇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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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兄。